What is up, guys? This is Tao. 今天原本在11点钟的时候就要去跟厂商碰面，但是 Harvey 迟到。Sorry, guys.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蛮赶的行程，然后等下在路上的时候可能结束以后呢，再跟你讲到说今天影片主题是什么。我稍微有一个主题，但今天行程也算是蛮忙的，跑三个点，除了厂商以外还有其他两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先上路。先赶路，然后我们等下见。哎，所以你刚刚看到，我们今天来了一个新的员工，他名字叫做嘉欣。那他嘉欣，anyways， 他来我们这边呢，是要来帮我们做一些我们Tiger 的一些美编的工作，基本上就算是所有的平面相关的东西，这样都会交给他。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请员工的时候，这段过程呢，我学到一些东西。我觉得员工，一个团队里面的成员，才是一个品牌或是一个公司成功的原因。所以今天在挑选员工的时候呢，你要选择是都是有同样的理念、同样的想法，然后同样一个目标，然后去带领这些人去完成大家都在完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知道，虽然我们这是第二个员工，但是，从战哥这边在 hiring 的过程的时候呢，就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带领一个团队不是想象中的简单，而且也不是说今天一个公司要营运要赚钱的话，也不是完全不是靠老板，而是靠底下的人。包括老板自己在内，然后去达成这件事情，所以员工挑选超级重要。那当然，因为我们现在他第一天来上班，我还不知道他将来表现会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继续观察。但是以目前来说的话，我知道说至少这个年轻人他也是有一样的想法，然后也是一样为了一些目标去努力，所以不知道我会继续跟让你们知道说他的表现怎么样。Oh, that's brutal. That's brutal. 他应该也会看，所以他有点刷一下。Yeah, 没有啦。Dude. Anyways, 我们现在在路上了，等下见。All right. 刚刚那个 meeting 呢，是一个面料厂商、布料厂商，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去想办法是怎么样让品质更好的时候，你就要去从不同的地方去截取这些。就像是我在 Instagram 上面有 post 一则文，就是你在创这个品牌的时候，就好像是你拿到一盒完全没有被拼过的拼图，然后全部都散掉，然后你要去寻找下一块拼图，然后去把它。这个完成品给它拼出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因为面料这东西太多种不同的选择，如果你今天只是给一个厂商去做的话，那他可能选择的面料不会有你额外去找一些布商提供你的面料要来得多。那当然你是看成衣厂，那我们目前的角度，我们目前的位置还没有办法是，应该是这样说，因为我们现在离六月的这个 product launch 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所以我现在想尽办法去找不同的资源去把这块衣服给它拼起来。所以有设计都做好了，但现在就是要缺这个原料，就像是 Lego 一样，你知道吗？你就找这些 Lego 的拼块把它拼起来。Yeah, make that shit happen. Yeah. 所以现在就是在做这件事情。Yeah. 但是刚刚的 meeting 算不错，因为有达到一些共识，然后现在接下来就是等待他的回复。Mm-hmm.快做完三个动作，二头三头，然后呢，差不多这样。因为今天练二头三头的话，不需要做大重量的测量，所以说就是完全是西非大的角度做训练。然后挑三个动作你喜欢，然后你觉得肌肉感受度最高的。像我的话，我选择的动作都是挑完全是可以感受到我那个肌群正在发力的动作。
然后因为我关节有点问题，像手肘，所以我做三头的时候也会特别挑一些动作。我知道有些人像是做那种屈杠啊，可能对你手肘很伤，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你可能不需要做那些动作去达到三头的刺激，所以永远都是去想一下说怎么样可以让你的既有的伤或是不要受伤为前提，然后去做训练。不一定每个人做的动作我们都要做，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三个动作，二头三头结束，然后去下一个行程。快把二三头做完了，我们现在要去我们最后今天最后一个点。今天最后一个点呢，就是要为 Sport Watch 拍一些他们接下来马上要出手表的照片，因为他们先把一些还没有上市的手表寄给我，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义务帮他们做一些事情。所以虽然他叫我只是用一些手机这样随便拍一拍，但是既然 Harvey 今天来，我们就去一些比较酷的景点吧。我也没有去过，所以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到那边，你知道吗？我只知道说大概是个区域，所以我们现在是抱着未知的心态一头栽进去。而且我们现在要赶，就是赶黄金时刻，就是 Golden Hour， 大概是剩半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要真的要赶快。所以 Wish me luck。Yeah。All right, guys, 所以我们刚到这边，结果你看到这边天气完全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天气，你知道吗？ Yeah. 赶车赶那么久，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你想到就要做一件事情，一头栽下去的时候呢，结果不会，通常不会是你要的，但是这不应该要阻挡你继续前进的一个理由，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今天不去试的话，你百分之百是不会知道答案是什么，而且你也百分之百不会有那个机会，也许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就像是这，当然这已经被说过很多，但是一个名言啊、，You miss 100% the shot that you don't take. Yeah. 也就是说，我刚刚讲的，你如果你不去投，你不去尝试的话，你完全是浪费掉，完全丧失掉有那个可能的机会。So I'm just gonna leave you with that.And end this vlog today. Hopefully, you can get something out of this. And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I'll see you guys later, alright? Peace. Alright, 所以我刚刚到公司，结果我发觉的包裹看起来很奇怪，上面的名字明明就写什么 Tiger Apparel， 我说谁会寄给我这东西，而且收件者是这个，结果我才看，把东西拿出来的时候，我发觉是怎么是一个这个箱子，我也没有订什么东西啊， uh-huh. 就你知道吗 ？Yo,、oh, what is this? Dude, 哎，你是十万对不对 ？Yeah, dude, this is 十万是银，这是 100K, right?100K. Holy shit, bro. Button, man. Oh my god. You ready? Yeah, man. Yeah. Oh my god. Oh, oh my god. Oh shit. You just done something that very few YouTuber creators have published. Yeah. 100,000 people subscribe to your channel. Oh my god.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YouTube. Thank you so fucking much. Oh、Woo-hoo! My god.
It's got my name on it, bitch. C-Tom, man. God damn. Congratulations on passing. I knew. Oh, see. Damn. Oh, shit. 那你知道是什么吗？你知道什么吗？就是我知道 YouTube 的那个。Oh my god, dude. That's crazy, man. Wow. 你知道，很多人都说，哦，我真的不敢相信有一天真的会到来，你知道吗？嗯哼。但是我是完全相反。I know I will get this. Yeah. Just a matter of time, man. But fuck, man, it feels so good. Where are you gonna hang it? I don't know, man. I'm probably gonna dunk. I don't know. I haven't decided yet. Yeah. The tattoo on my body. Oh, wow. Like, wait till you get the diamond button, man. Yeah, this is so sick, dude. Oh.Oh yeah, shiny, man. Wow. Oh, look at that. Ooh-hoo. Should this be a thumbnail?